多时间在工作了。面对妈妈的催婚啊、催生啊，到底她要怎么来处理她的人生呢？至于凤小岳，他是一个餐厅的主厨，非常有自信。他到底是怎么样碰到林依晨的？他们又怎么样结合发展出从冷冻食品的合作到爱情上面的结盟？好，请二位视线先看右边，谢谢。好，来中间麻烦再一次，谢谢，来看一下我们官方摄影师，谢谢。好，官方摄影师一定要看哈，因为他会帮你们修图修到最完美。好，来左边麻烦也看一下，谢谢。今天我们包括林依晨的粉丝团哈，都在做直播哈，来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的淡男情人。来，导演请加入我们阵容，谢谢。来，麻烦三位一起。好了，有了三位精彩的合作啊，这个电影呢肯定是我们今年秋天最浪漫而且最发人深省的一部作品。我的淡男情人9月23号真爱就要诞生了。在当中呢也有导演许多许多想象的世界啊，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冷冻的世界里面啊，到底我们这些淡宝淡妹要怎么样相处，这些都是他的想象力，非常的有趣啊，大家可以进电影院来支持，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吗，魏大哥？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请入座。来，导演麻烦。